사람을 잡을 것이 있지 않아서 이런 데서는 권리를 잡더래. 죽어버린 것이 잡더래. 못 걸어버린 것이 정말 좋고, 못 걸어 죽을 것이 노래로 그냥 잡더래. 이게 공감할 것이니까, 이네들은 모은 게 봐서 녹각한데 잡더래. 이런 작업만 하는 게 이네들은 말더래. 나를 고통을 드러나더니, 이네들 공방 내에서 손수 쏘아주는 고통을 눈치에서 공방. 刚刚上一节在最后仁波切所讲的第二十二记，这是讲到说这是究竟实地是很重要的，这是讲到大手印大圆满的这个境界，一切显现不管是外在的气世间还是内在的有情众生，都是由我们心所造出来的，那只是一般的众生之外相为实，以为外在的众生跟我们自己是相分离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等一下再补。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佛子清三十七颂的小册是一开始有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这个是我们在念六字大明咒的时候是很有帮助的，这代表的是他遍一切处，遍布的轮回涅槃，这个就是法身。他的报身跟化身呢，遍布一切六道的一切轮回六道。他的本质是无来无去的，这个就像如虚空的本质一样。天上这一切的繁星都是观音的眼睛照视着我们，看视着我们。中间有一个这个观音的脸。当我们能够见到观音的像，清楚的见到观音的像的时候，能够升起觉受。我们能够意念他的功德是超越来去的，无来无去的。事实上，观音永不忘记我众生，只是众生会忘记这个观音。没有变一切时，变一处，没有说每一个时间他没有看顾着我们。这个这个印象是这个自生的这个五知大悲护主，在这个松赞干布藏王松赞干布的时候，那时候的观音像的，一直到这个共党把它摧毁为止，后来被重建重塑了这个原先的观音菩萨像，那重建的这个观音的像，我们这一个千手观音的像要印了很多次，很多照片。以前我经常给很多的这个观音的面相的照片给大家。那么在讲的，我们所看到一切都是众生的共业，还组成的外在共同的世界。比如说，我们认为今天我们是美国人，跟所有的人美国人的看法一样，所以我们就聚集在这个美国这个地方。那这个念头其实也是一种妄念，就好像云把太阳遮蔽起来一样。我们要知道，一切众生内在的跟呈现是一样的，只是外在的外相呈现是不一样的。不管是有身体没有身体，大如山或小如围城的众生的心都是一样的。那我们都是依照过去的业而生，我们
科学，今天科学再发达也没有办法造出这样子的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是两，我一般人认为是不两个不同的肉体，虽然外向看起来不一样，但是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如果看心的话就会这样子的理解，但是如果看外向的话，你会觉得说这个是我，那个是他，而有自他二二者。但是我们要去问二者的差别在哪里呢？即使我们有千万种念头或者是意识心，那本质是一样的。那么藏意识的藏文就是分别外在之物的意思，那自他的分别就好像从水晶光线透过水晶折射出来的彩虹光一样，本质是不分的，只是我们认外在的现象跟我们是分离的。那众生对这种的念信念的执着是很强烈的，可是我们两即使是两个人，他们的心的本质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往内观心的话，一切外相都止息，唯有清净明觉，这个时候我们所需要所支持的就是慈爱心。如果有我的话，烦恼就会升起，堕入轮回，因为自他的本质相同，不能说在那里是本性为空。但也不是完空，空无一物的空，是有意识的明性。我们要知道明性的本质是空性，这是见地，应该反复的思维。我们的明空跟他的明空是相同的，这都是从内心而来的意识心。Fabricated extremes, it transcends fabricated extremes. So that is...诸所显现为信心，都是我们内心营造出来的，非常我们认为外相为实有的。那我们再把这些外相加上一个标签，我们认为说真的有这个身体，有这个心意识心，但是究竟呢，它是无常的，整个外在的切世间。以及内在的有情众生本性是空的，是无实相的。那么但是我们往内观心的时候，空无一物，没有一个实存的东西，见到的一切空性。虽然我们对空性或许稍有了解，但是因为无始以来的印记，我们的妄念，然后我们的执着，以及嫌恶之心，而继续的造作，累积也而持续的投射出六道的轮回，轮回的六道。那我们。这觉得业的轮回是空，这也不对的。这两种不管是常见短见都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不去想去思维任何事，在大手印没有任何的念头，直视我们的心的本质，坚定的直视心的本质，直视我们的心，看到的性空如虚空的广大，这个如虚空的本质本性是有清清楚楚明明朗朗的了知的，这个就是明空双融。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做的就是，当我们了认到这一点的时候，那我们要长养出保任这种状态的这个稳固的状态，经常的保任在这种了知的状态。那么一切念头升起，不管是快乐或者是悲伤的念头，我们都能够升起，并且让它放下。那一切念头就好像水波一样，或者是像被火中燃烧的木头，这个就是究竟心的究竟本质。那这就是在普巴金刚的法本里面讲的正得见地的城堡，不要去
把它用意识心来分主客两边。那么外在的物件的我们跟加上我们内在的执着的心呢，我们会有分别说这是这个东西，那是那个东西，不要去做这样子的思维，没有任何的念头，就安住在我们心性的本来状态当中，这样就足够了。没有任何的念头，直视，坚定的直视心的本质，这个就是真实心。以上是仁波切讲大手印的教授。然后当我们见到这一个精要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心的本质的话，我们要有100%的信心。那么我这个东西并不是我们能够给予一个名字的，不能安上一个名相的，这个就是中观的见解。那如果对于这个有疑问的，可以去问堪布，他可以跟大家的解释，什么是有关我们的心的要旨，以及中观的见解是怎么样等等。第23句，会欲为越狱之性时，因观犹如夏时红，虽现美妙，然无实，舍贪着是佛子行。So this is an instruction how to practice when a desirable sense object. 当我们这个所喜欢、所渴望的东西出现的时候，我们的心要怎么样的把持？当我们见到可欲之物的东西的，我们内心必须要升起对峙。比如说我们看到美丽的花朵的时候，我们内心要马上思维无常，不去想其他的事情，就是要了知现在它在那里，只要它在那里，我可以支持着它，但是它也是无常，也是时时在改变的。So this is how you think with regard to outer objects. 这个对我们对其他的外在的东西可以这样子来看他们。至于内在的我们的心，不管是慈爱的心，或者是说悲心的话，对我们的朋友慈悲心，那对我们的心有种种的执着，这些也是无常的，一切都是无常。不管是快乐是无常，受苦也是无常的。苦乐就好像虚空中的云一样。当我们去思维过去所发生的事，以及未来所发生的一切的快乐、苦痛、苦痛等等，这些都是无常的。当一切的情况升起的时候，有这种这样的觉受，或苦或乐的觉受，你不必去想太多太多注意它的本质是怎么样，是不是无常等等。那我们要在那个瞬间要记得无常的道理，不必再去想其他的。当那边有一点点的冰，然后有一个升起一些热水的话，浇到那个小冰上面，它就会融化。
当温度再低的时候，它又会结冰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要稍作调整，要平等心，对于一切所有的升起都有平等心。当很冷的时候，你开了暖气；当很热的时候，你会开冷气。就是你要获取一个平衡，在这个温度上的平衡。同样的，你也不必太过作意的来用这种念头，对外在的一切事物都有平等心来面对，并且意念一切无常的道理。不管是我们对于我们能如何把欲望跟所欲变成修行之道的方法，我们要牢记平等心。下一集二十四集，诸苦如梦中上子，妄执时有其劳累，是故会欲为缘时，是为幻象。佛子行，If we only look at ourselves and only think about our own problems, then the slightest problem will appear very, like a very heavy problem. And that is because the stronger... 当我们把一切看成为实的时候，所遇到的困难可能觉得是非常的困难。那当我们有更强的执着的时候，我们的痛苦就会更强烈。当我们 so such a person then should think in this way. 有这样子的人，我们应该要如此的坐以思维，所有一切的苦就好像梦中丧子一样。说着在醒着的时候的一些经验，跟我们梦中的所梦到的一些景象的经验，事实上是一样，或许是在它的时间的长短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执着的我们这个受苦的这个念头的话，我们自己就会感到痛苦。你如果反复的来这样子的想的时候，就会反复的痛苦。如果你就是让任运他不去管他的话，这种痛苦你会慢慢离开，因为痛苦只是一种念头罢了。当我们去想这个业的时候，我们想到一切的业都是由我们的烦恼
意识心所造成的。如果我们知道这个见地而不去想其他的事，并且能够了认一切，不管是快乐或者是痛苦，都是一种念头，不管是什么样的升起，都安住在心的本来状态之中，一切所升起就会像水一样的消散。这个就是密咒圣修行的秘诀要点。我们如何把一些幻象妄象把它转成本初智，一切的受苦不过就是一个念头。弥勒日巴过去曾经也讲过，不管这个，你如果去问这个轮回的特质的话，轮回是没有根也没有基本基础的，你不能讲说这个就是轮回或者这不是轮回。你如果要去找这个轮回的根源在哪里，就是一种念头，这主要就是由念头所创造出来的。如果你反复的执着这个念头，那你就反复的会造出一些的痛苦。如果你持续的去想到这些事，那一切的升起不要去想，不要去追随它，也不要去多想，它就会想让它就会自己消逝，就好像水波一样。但去思维这个就像梦中丧子一样并无实意的。所以在这个相对的层次来讲，能够了解虽然我有这样子的问题，那么比起学世界其他所有众生的问题而言，我的受苦是算不了什么的。这样子的话，那我自己的受苦就会减少了。这跟我们之前所提到的是有相关的。那这些妄念，如果我们执着一些很这个享乐的一些状态的话，那我们的欲望跟执着也更强，所以我们不要去执着这种乐受，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保任我们自己的正念觉知。如果在你讲享受到乐的过程当中还保有你的正念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放下我们的执着。所以这个跟执着这个痛苦的经验是一样的。当我们执着快乐欲乐的时候，我们也会相对的感受到比较强烈的苦。苦跟乐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的，这个就是圆满的法教。当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快乐愉悦的时候呢，也不用觉得特别好特别舒服，那我们对于面对痛苦也不必特别感到痛苦。这样我们要平等的面对他们，我们能够用比较轻松的态度放松的态度来面对。当我们能够用这种心来面对外在的苦乐的话，我们的心还能够保持非常的清明。
全体起码三五对了，从啊就从这对几十两点出发去过的，刚个几十人嘛，这起码三五对了，对可能从啊嘛这南昌的那都下了毛线。他打从什么的呢？马车的这种人把手的，这种人一个，这什么车把手去的，这种车的，因为这里车就把这干的那不，错了的这里，他们就把这东西搞过来，这个东西呢这里，车把的这种人把，人把都没办法搞过来，哪怕车把几张没办法搞过来，这里，马车的这里有么不我坚持就搞的。是吧？你把小我们，你把什么大把没用的？甚至我觉得我要的这里，这个几生长我了解，错了几生长，这个几生长。So then there's this term you mentioned before, confusion.还有这个名词，这个迷惘，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名词。什么是迷惘呢？我们所谓的迷惘是什么呢？我们很微细的这个觉受升起，然后慢慢的变得比较强的感受，然后我们追随我们的觉受，这个造成的这种迷惘。当我们的念头升起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修持才不会变得迷惘呢？当我们有念头升起的时候呢，我们抓着这个念头，用很清明的这个体认看着它，只是它，这样子我们就不会堕入幻象，堕入迷惘的状态。所谓的幻象，这个的迷惘，就是因为我们的念头升起，我们追随着念头，这就造成迷惘的状态。首先呢，一个念头，一个觉受升起，我们马上了知它就会消融，我们的心还是变成像天空一般的，没有任何的云。要不然的话，八万四千种烦恼的升起，它主要会变成我们对于这八万四千种烦恼的执着变成的一种迷惘的状态。所谓这个，当我们执着任何东西事情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看到见地，但我们心就不清明的。当我们追随着迷惘，就是追随着我们的觉受的时候，就失去了清明的心。Thank you.
잘 받쳐 왔던 거 그렇지. 딱히 시험이 나지. 파 똥아 되거든. 시험 때 저런 자체 그런 말 때문에 똥아 비교해. 인생들이 시험 시험 인생들 배우기 어려. 다중 체험들 듣고 어려. 그래. 문제 산지 답지 그래. 산지 그 답지 이런 말 잡아 답지 이런 말 잡아 이런 거 산지 점이 바라듯이 말. 이따 뉴먹고 쪽지고 바라듯이 말 쪽고 산지 그 들이 까먹을 때는 따뜻한 상제에 동상불리는 것들이 따뜻한 무슨 상제께서 님 만져와 님 마셔놨다고 요한테 뒤 바로 더서 받쳐고 요한테 이래서 통화들이 당진이 니 보라 대체 봐서 말해야지 당진이 세는 니 보라 接下来第二十五记，欲证菩提身上舍，何况一切身外物，不忘回报与益熟，不失即是佛自行。Without hope of reward or karmic results, this is the way of a bodhisattva. So, generosity. 我们讲到布施或者是慷慨。是对治我们的我执的从我们的我执升起的牵令之心那对治牵令我执的对治方法就是布施或者是我们做七支供养也是这样子的对治法我们对一切众生的布施慷慨之心那么对于三宝那献供如果我们想有一种要给的动机造成一些损害的主要是我们的执着因为我们要想要去找东西要去抓东西因为我们的要去抓住这些东西增长了我们的我执那么有这种想说哦，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我需要很多的衣服不只是一两件需要更多的东西那如果房子都塞满了衣服还要是要继续的去买衣服因为永远不满足但是当我们劝他就是给予就是给出一些他们也不愿意因为他内心是牵连的所以对治的方法就是要不受修布施要慷慨什么叫做牵令呢它的本质就是不满足无论你有多少东西你都觉得不满足其实你有一百万你也觉得不够还要更多如果你给把自己的财产给掉一些你都会受苦又不愿意给出去所以在这边他讲到就是欲证菩提证菩提讲究就是证悟就是解脱将就是净化怎么样净化呢就是净化我们的自取心就自利心就是利他广大那如何呢做得到就是张扬我们的利他心我也看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想说我要这个东西我想要吃那个都是从我来做出发点那我在这个时候我们并没有想到说要放下要给任何的东西过去弥勒日巴祖师曾经讲到如果你没有任何物质上的东西可以给别人来做行布施的话如果你有这个想要布施想要给人家的一个东的念头或者是你给动物一点点的东西吃的东西这个都是对治我们的我们执着的一种方法这是这种念头就是没有保留的想要布施想要给这个就是能够融化我们僵固的这个冰块那主要我们要保任我们想要愿意布施的心那么要去反省在过去呢在佛陀
证悟成佛之前，他有五百世净转世、五百世不净转世，他已经圆满的修持布施度了。他把六烦恼转成六波罗蜜，如此做的过程当中，忍受许多 的苦难。到现在，他在的证悟成佛，他的光芒彻照了六度。那么这个他证悟之后的第一个教的就是布施度，那这因为这个就是对治我执的一个良方。从我的我执以及牵连，都是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都有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去了认出他这样子的这个过患。或许有的时候我们不去看着他的时候，当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不会去注意到。那这个佛陀在过去讲到说，这些永不满足以及牵连的话，这个就是将来受生这个恶鬼道。它的外形是肚子很大，那喉咙非常的咽喉非常的小。那或许有些人认为说这就是异生身，那事实上是这个世界上也有像这样子的这个生物，好像这个水蛭这样子非常小的虫一样，当它吸着你的身体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把它拿掉，那它开始来吸你的水，它就越吸，它的身体越来越大，最后它自己掉下来。这个时候它有一个充满的血的这个肚子很大，都不能走动了。吉天松宫祖师在过去曾经讲，这个业的成熟都是内在这个念头的投射。当我们这个这样子来行事的话，所见的一切都可以这样子，这种的道理的显现。不管是我们看到的毒蛇也好，蝎子也好，我们有内中有一种觉受，就是了解到说，这就是嫉妒心、嗔恨心的显现。这些这个动物的这个嫉妒心，即使你不去追打他们，他们都来追你，要造成一些伤害。这个所以呢，对这种六种执着烦恼呢，佛陀给予不同的对治。那么布施是对治牵连，那安忍是对治嗔恨等等。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无论
到哪里看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现象的显现。So it says, without hope of reward or karmic results. So what is the harm in wishing for some karmic results or some rewards when we practice generosity? The harm is that self-grasping arises. There is this hope. 不忘回报与欲求，当我们有所希冀，什么回报的时候的这个损害是什么呢？当我们没有回报的时候，我们会后悔，这个就因为我已经升起了，所以如果没有得到回报，自己就后悔，但这样我的功德就失去了。当我们给的时候，你已经得到回报了，就是在业上面来讲已经得到回报了。那我们要知道，我执都是84,000种法门的源头。当我们布施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这个我执给出去的、供出去的，这就是本身就是它的利益。这样仅仅这样就够了，布施本身这样子就够了，不用再去期待任何的回报。那这就。应该如此的来思维布施的功德。接下来26记，无戒自利尚不成，欲行利他成效柄，是故无世间希求，守护戒是佛子行。Therefore, protect your discipline without concern for worldly existence. This is the way of a bodhisattva. So, in general, in the Buddha's teachings,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modes of moral ethical discipline. 在佛教的上面有不同的这个戒律，不同的戒律，不根据别解脱圣或菩萨圣或金刚圣有不同的戒律，到底什么样是持戒呢？什么是戒律呢？弥勒巴过去曾讲过，除了就是舍弃欺瞒，除了这个之外，更没有其他的持戒，不要去欺瞒别人。主要就是张扬对一切众生非常真诚的慈悲心，它本身是没有任何染污的，没有任何的希冀，只是想要利益他们。
如果有这样子的话，那无论你身与意做什么事，对他们都是有利的。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你的身，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可能，都是会被染污的，不管是我执也好，骄慢也好，等等的。那我们要去融化柏子的冰块，也必须要透过慈爱心的暖热。如果是我们在说法，但是我们的心好像冰块一样，你没有办法去融化这个冰块，这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利益别人。更不要讲说是欺瞒别人的，当然我们不应该去欺骗别人，但是除了说不去欺骗别人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去长养没有染污而且是一种真正真诚想要利益他人的心，从这样子的这个持戒，从这种心态呢，自然而然就会有那种持戒之心。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心态的话，你就甚至连成就自己的更不用讲到说承办他人了。如果我们内心充满的这种非常的骄傲自慢的自私的话，你不可能从这个轮回的六道中获得解脱，我们不能从轮回中解脱，怎么可能说我们可以利益他人解脱他人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如果你只是有一个很单纯的想要利益他人，自然会有很大的利益，主要就是对其他人、其他众生很真诚的慈爱心，自然而然就会升起这种持戒之心。Chunkin Kongzhu 在过去曾经讲的，他怎么样来讲说我执呢？他曾经讲说，这个我执的这个妖魔呢，这个是会让自己导向自己的毁灭的，但是他们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当中，为什么会导致自己的毁灭呢？因为这个就是，这个是毁坏你这个暂时来讲这个任何善道的快乐的，或者是未来这个证悟的可能性都被它毁坏了。这个就是一切欺瞒的根本。如果说可以讲说嘴巴可以讲说利他，但是内心还是有我执的话，那么跟就像弥日巴祖师所讲的，这还是欺瞒的行为。第27颂是讲的是安忍，欲享福善之佛子，一切损害如宝藏，
于诸众生无怨心，修忍辱是佛子行。一切功德，这个很功德的珍宝呢，主要是来自于我们的慈爱心。除了慈爱心之外，没有更其他更重要的珍宝，想要必须要保有的。三世诸佛所看见到最重要的珍宝，就是慈爱心跟菩提心。当一个人有慈爱心的时候，其他人想要伤害他们的话，这些有慈爱心的人能够以安忍之心来保任他们的慈爱心。如果你没有用安忍之心来面对的话，总有一天你会失去你的慈爱心。这样子一来，你最大的慈爱心可能会转成最大的嗔恨之心。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是，无论别人如何来恼害你、伤害你，你要练习修习安忍，能够继续整积收集这个美德功德。所以无论别人如何对你，如果能够以安忍之心对面对的话，还是很有功德的。当我们在修炼这个安忍之心的时候，或忍辱的时候，主要是跟我们的友伴、我们的伴侣，我们就像我们的家人，或者是日常生活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必须跟他们以他们来练习安忍。如果你对他们没有安忍之心的话，你事实上没有什么任何东西，你会失去一切，你会失去你的慈爱心或者是悲心。如果你没有悲心的话，一切六度波罗蜜都会失去的。比如说你修布施，当某种情况产生的时候，而你失去安忍之心，生气了，那么从某个角度来说，你这个布施的功德都失去了，变成了平凡的慈爱之心或者是悲心。如果没有安忍之心的话，就很容易失去。当然你还是有一些功德有利的，但是同时它也会被染污的。因为当你没有这种安忍之心的话，就好像你好像有一个装那个肮脏的容器，所以你把东西装到那个肮脏的容器就会被染污了。Bodhicitta is like this milk that you pour into the vessel. And actually, 所以安忍就像一个容器，菩提心就像容器里面的牛奶一样。It's like a golden vase that cannot break. 那有安忍的心的人，就好像是一个黄金的容器，没有办法打破的。A piece of
那个安忍之心就好像是一个金块。那对于这个修菩提心以及这个菩萨行啊安忍心的，有两个例子，就好像它那个大地一样，或者是像黄金一样，也像大地，因为它是非常的稳定的，因为那个大地不会跟你讲不要走在我身上。我怎么说像金呢？黄金是非常的坚固，不容易变的，这就是菩提心，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修安忍心的一个准则。今天晚上我们会念的吉田松公的回向文18页。这个吉田松公祖师的回向文是非常短的，然后也是非常好的深意的，所以我们把最近把它加到这个祈愿文的法本里面，请大家一起来念18页。May the auspiciousness of all the Kagyu Lamas prevail. Glorious, holy, venerable, precious, kind root and lineage gurus, divine assembly of yidams, assemblies of Buddhas, Bodhisattvas, heroes and heroines, yogini and her assembly of dakinis, all of you dwelling in the 10 directions, please heed me. By the power of this vast root of virtue,May I benefit all fruits through my body, speech, and mind. May the afflictions of attachment, hatred, ignorance, pride, and jealousy not arise in my mind. May thoughts of fame, reputation, respect, honor, and concern for this life not arise for even a moment. May my mind stream be moistened by loving kindness, compassion, and bodhicitta.And may I become a spiritual master with good qualities equal to the infinity of space. May I gain the supreme attainment of Mahamudra in this very life. At the moment of death, may I not experience the suffering of being abruptly severed from this life. May I not suffer a terrible death. May I not die confused by wrong views.May I not experience an untimely death. May I die joyfully and happily in the great luminosity of the mind itself and in the crystal clarity of Dharmata. May I, in any case, be in the supreme attainment of Mahamudra at the time of death or in the heart. Thank you.This realm encircled by snow-covered mountains. You are the source of all benefit and happiness. Hence in Japa, Lord Shemrezi, may you remain steadfast until the end of于此雪岭所绕国土中一切利益安乐之生处天津家措观自在菩萨愿尊常住直至轮回止掌持善扬三宝种集之释迦狮子教法主宰者依普贤行立众圣事业任成其愿尊师莲竹故尊者执持三宝之本怀只供圣教发心力无伦开显正法良运圣安慰赐诸有情愿尊莲竹故圣境之处阿雅提婆明多康地区硬化嘎种姓世间护主心子确丁巴具得嘎谦长寿住百劫
众生不共亲师释迦尊十七大德帝洛那洛族玛巴米勒冈波吉天颂传承上师加持赐吉祥彼者佛号意念修持故清净无时死亡等逆因恒常不变寿命自在尊阿弥陀佛加持赐吉祥清净戒学圆满美德行妙贤发心显示有情师安居离系大印本面目究竟教法大日愿久住May the teachings of the great Guru Ratna Sri, the master of interdependence, omniscient lord of the Dharma, who has seen all knowable things, be upheld until the end of cyclic existence through study, practice, hearing, contemplation, and meditation. Your thousand arms are the thousand. 千手千位转轮之圣王，千眼千尊贤杰之佛陀。具足悲心遍满如虚空观音菩萨尊前我顶礼谢谢各位法友们，祝大家长寿。